掌声有请资深平面 model 佳琪黄子熙。欢迎谢梦柯涵。欢迎黄一林。声有请美女接力团偶像艺人薛之谦。哇哦，欢迎新威杂志副社长兼主编吴慧文女士。著名节目主持人厉害。接下来有请主持人耶稣。让我们欢迎陈焕。有请左场啊，气势就不太一样，有没有发现？我们每一个人出来呢，都感觉自己是封面人物。我跟你讲，拍封面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爽呢？其实我之前也拍过封面，真的。对啊，就像我们台里的那个《蓝天下》杂志啊。哦，原来传说是真的，你拍过。但是我听说左岩真的有去拍过，发行量很高的，是吗？对。比如说他一心向往的呢，有一本杂志，叫做是。微微欣慰，哈哈哈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拍欣慰杂志封面女郎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然后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，就是谁是封面女郎。本期韩雅明星比迷霜越跳越美丽，迎来十位优质平面模特，全新单元美女大猜想，五位资深平模让你来猜谁是封面女郎。经典单元全民美女榜，五位新人平模魅力比拼，谁能成为封面女郎？而率先登场的五位资深评模，只有一位曾经做过封面女郎，你能猜出是谁吗？那其实呢，我们台上的这五位呢，都是在时尚界非常非常资深的五位 model， 他们当中呢，有一个人拍过封面照。哇，天哪！已经很资深，但是只有一个人拍过封面照，这是原因在于要上封面照真的很不容易。是，对不对？他们五个人当中到底谁拍过呢？我先请他们逐一的自我介绍，来。大家好，我叫佳琪。欢迎佳琪。Hello， 佳琪你好。佳琪是属于，我觉得是属于非常可爱的那种类型啊。比如说她头上的这个豹纹蝴蝶结，就今年非常流行的时尚风潮了啊。豹纹风、啊。对，对的。那说到这个豹纹风的话，我发现她旁边那个简直就是一只全豹，有没有？是，来全身都是豹纹。我们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子熙。叫做气质的美女，一定要像他们这样说话，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叫子琪，你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左岩。这样子还可以。然后马上又后面跟着哟哟。主持人跟 model 不一样啊，比如说模特，他可以整场不说话啊。那如果你们要求我这样，那我也可以啊。不是你说一下，你学一下他们嘛，你也可以有气质的一面的、啊，好不好？介绍一下自己，来，用他们那种方式。
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左岩。哎呀，我其实呢，真的有拍过很多的封面，求求你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蓝天下》。是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师妹的模特黄一鸣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出场的时候，有一位男生一直在跟我说：“哇，这个女孩好美丽哦。”那个人就是薛之谦。真的假的？哇！芊芊，你刚刚是怎么说的？你要不要告诉大家？你不要装喝水，喝水就代表你很紧张。有本事你都喝了。所以依琳，你觉得芊芊怎么样呢？她很可爱，她居然真的喝了一瓶水。她是为你喝的。所以你喜欢那种可爱型的男生吗？啊，犹豫了。啊，好吧，当我没问过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第四位。大家好，我叫谢梦。哦，谢梦。哎，谢梦的造型就非常特别。我问一下，你这个是真的头发还是假的？就是自己头发编上去的。哦，然后缠过来。对，然后。左岩，你不适合，真的，你把你的额头亮出来，这样比较好。我第一次亮额头，哎，因为它真的太宽了。其实对于左岩脱发，你知道吗？喂，什么话？真是的，都是假发了。哎，哪有？没有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新人模特柯涵。欢迎柯涵。欢迎。一般呢，我们对模特的概念就是美美的在那儿拍照。其实我特别想了解啊，就拍一组照片的话，你们的收入大概是多少？问得好，这是秘密啊。其实也不是秘密啦，一般的片子的话，我们的收入都会上万的。就是就念模特界里，我们算比较资深的，所以我们的开场价就是拍一套片子至少到五位数，至少到上万的。哇，天哪！天哪！所以吴老师是这样吗？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差不多吧。怎么可能呀、哇，你们杂志还招人吗？他们是学编辑，哎，你是在干嘛？不是，这很厉害哎、我们现在可以考虑。当然，我跟你讲，这也是少数，因为要成为资深的模特，真是凤毛麟角、对不对？要混到这一行，真的是很少。但是刚刚跟我们讲的是至少上万，最贵的一次是多少？有4万块一天8小时。什么？当然刚才呢我们已经问过了，当中只有一位真正上过封面杂志。是，哎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三位嘉宾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推敲一下，问一些问题说不定就会有破绽。我要跟三位老师慎重的说一下，你们说的每句话都要慎重，因为如果你猜错的话将会被惩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就问一下好了，最长的一次拍摄时间大概多久？好，来。我们最长的时间可能会就是15个小时左右。哦，15个小时，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也有就是不是说是连着拍的，可能会就是中间会休息几个小时，就是不给睡觉，就化妆的时候然后睡，然后做头发的时候睡。那请你告诉我，拍封面的时候，现场为你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几个人？有很多啊，特别多。哪些人？就是哪些人？工种。请说工种。摄影师啊，化妆师啊，化妆助理，然后灯光师，然后编辑，然后服装编辑，很多。好，要求你们每个人再摆一个 pose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来，我们一位位来哦，先从那边开始好吗？好，摆 pose 上前一步，好不好？美啊！好了，欣赏完以后各位就要猜了，因为我们的吴老师是应该知道答案的哈。主编如果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模特，那很尴尬。不是，我们就直接要我们两个人猜嘛，所以我们就报号码，然后看他脸上反应就好了。OK， 对啊，来你报一个。4号。四号对不对呢？哎，等一下，四号是哪一位？喂，你问了什么话，真是的。我的意思是说黑衣服的那位是四号吗？
对对对，同学们一二三四号。哇，你成仙了，神仙！我答对了，但是错了。你疯了！来，林海老师，你要猜。林海老师，你要慎重。对，几号？时间太长了，先喷一个出来。好，我刚刚想，谁让你不说？啊，真的吗？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那就先猜。再喷一个给我看。哎，你先说，你先讲，你先讲。好嘞，好，你说吧，我不说了，我两次了，不是你得讲啊，来了，一号，啊，也不对吗？不对呀，都不对，你为什么会选一号呢？感觉上，对，感觉上，男人的感觉有时候会出错。林海老师可没那么好猜呀，既不是一号佳琪，又不是四号谢梦。剩下三位评模，谁是封面女郎？你猜到了吗？那是不是机会又到我了？又到你了，到你了，到你了。来，老师，你看着我。现在是一号和四号被猜过了，对不对？是。还有二三五。二三五。我来说。姐姐，我觉得是五号。哇！对不起，答错了。让你乱猜，再喷一次。好，那现在只剩下二号和三号了，林海老师。啊？啊，只剩下二号和三号。对啊，二号跟三号啊。哎，再猜错。如果再猜不对的话，我就连着喷五次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来先喷五次。你先猜了。哦，好不给脸呢。哎，林海老师，你要慎重，我们这都是声控，这些声控的啊，对。好了，几号？三号。三号。三号。究竟封面女郎是不是三号黄一琳呢？广告之后为你。